阳明广场有个美食节，去看看都有啥好吃的，价格贵不贵？这是那椰宝吗？这不是椰宝，椰肉，椰肉。有几条啊？五条。要不要来一杯？多少钱一杯？15一杯。这是牛奶，然后里面煮的是茶。煮的茶叶、桑葚，还有我们的玫瑰花。红枣，要不要来一杯？拿袋子装就可以了。不好装，不好装。这是多少钱一沓呀？30包。大的不要搞笑了哟。给够了吧？好嘞。这是回答吗？好。我们在三乡开店的，火肠、肉肠，然后手扒肉都尝一下。要拼一份多少钱？25一份，选的精选的羔羊后腿肉。多少钱一串啊？15块钱两块。收28元。宝贝的，这是豆沙了。